来进一了了这个
从神迹上扩大生命的赞助甲领受。其实，就咱感觉讲，就爱宽容众生。我是会讲，阮太太有当时啊讲无了解，较早甲你结婚，毋知影你的缺点遮尔难做。但是结婚了后，到底生活的时阵，大家感觉讲，哦，原来你遮侪缺点。但是咱拢知影，目睭拢看别人，拢无看家己。但是进入了修道的这行业内底，发现讲我爱反省家己，这毋是别人的毋对，是真正家己的缺憾，所以拢无够完美。所以咱会当讲真正世俗咧讲的，是讲以行出教，见人面。咱提镜来看。外面都有垃圾，外面头髪无偌好，所以以形自教见人面。那么以人自教见天良，以心自教见人良。今仔日咱要爱知影咱的形容，咱的穿插有真侪，会定来照看卖。但是以人自教见天良。我毋知影在座诶，你有对过人诶花啊？啊，捌去互倒去无？若倒去，迄个人是倒亲，伊来倒场，你看着，你会闪甲离谱到诶，因为你毋敢甲伊见面，为虾米？所以你啊看，以人自教，见天良。实际上，但是啊，咱离开，即期叫做宰客，啊，客家呢？变变倒啦，为虾米？倒亲甲倒亲，为着倒花啊，啊因为倒有人倒花啊，啊一个摊开山去，所以在北京的倒摊因花啊，靠一个摊跳跳倒。那么进前咱细汉时阵，为只团去马叫马靠倒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感觉讲，咱身为一个平凡的人，有遮尔啊的事来甲咱考验，咱啊，搁有法度义理不容，搁会坐伫咧遮，无简单。所以，就咱旧年讲的主题，有见义理的主体。所以，咱毋是人哦，咱是粉哦。啊，其他的做粉，感觉简单。我是人，电视的社会讲我是人。今仔日我来强调的，我只接受了人事一次了后，我也参加了办两个行业，叫做修菩萨道。那菩萨道要行办六道万行办，但是较早刚办，啥物叫做布施？要甲善的布施出去，我即嘛作善作善，啊，着作善啊，要安怎叫布施？要用什么布施出去，有所困难，但是真正有当时啊，感觉讲咱的善爱家己布施出去，虽然小小的钱财，但是迄个培养，那个有舍有得，有下到底迄个力量，所以就咱伫这社会伫行动，伫做头路，因为做生意。用本求利，我提一点仔本钱出去，我想要赚到钱，所以将本求利就是要赚钱。啊，赚钱是以利为主，无赚钱的工作无人要做。哦，啊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做违法的人，伊当时啊，伊无法度理解，伊讲啊，大家拢嘛咧追求名利地位，啊，为什么你无啊？其实就啊，要做到咯，一个精神的力量。咱的工作工作好，咱就会钱互咱啊。啊，但是咱若工作做无好，品质做无好，送去客户遐，用地费，我嘛着付工资，嘛着付出租，嘛着付电费。但是我得无着啥，客户嘛无小人个收啊，但是这我拢爱付。所以做生意无稳赚的。
信仰爱排第一。如果你若无信仰，你无法度入教会底下，你无法度得安尼。不管各行各业同款，拢爱以信为目标。如果若无信，其他伊拢免讲。但是即卖教育拢下个囡仔教教讲，我要追求。我要赚钱，今仔日若无钱，咱来办路，但是真正要去办，为人个有缘嘛。讲高不成低不就，啊多叫人哩吼。哦，啊所以足侪人拢无靠路，啊，所以有些人不是靠爸主。那有啊，大家总结一个结果，一个父母，伊若生出来时阵，目睭就无看，那妈妈。胖子很配合，啊，你胖一号是这样嘛，
给你带。啊，你若是安尼哈，你都袂晓骗人。我讲可能放高腰啦，我来拍无影东西啊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也不知啊，是咧做骗人。哦，啊，一个月偌济钱？一工六块，一个月两百块。啊，是啊，赚你着两百块一个月，三个月无领薪水，第三个月领着六百块，迄阵哦，伊就家庭啊，爱伊花。六百块拿去西装店做一件西装裤，六百块。安那？啊，你六百块做，那都无所谓啊，爱跟他移花啊，吼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就讲真正在点点滴滴，哦，也要回想起来，我是一个善家的囡仔，我的爸爸，但是个不要强。哦，啊，所以移花的时候，那一件裤西装裤还不见得怎么漂亮啊，我就爱六百块。你看的，哦，爱做就是把钱也报了，所以就安尼开的。那后来就感觉讲，哦，钱安尼办的，我办三波六十五，真正讲无啥假，慢慢去关心，真正趁钱，帮助我的家庭，我的妈妈，我的爸爸，为着饲阮四个囝，到倒厝去人借钱，太不理解了。我爸爸去人好多，一工五十块。来饲阮这囝，当时啊含菜人花嘛，无了去咧种迄个菜花、菜花花啊，当天煮，啊那无人迄个番薯，迄个头咧，啊，迄个讲迄叫做啥物菜，啊呾奥地利菜，哦，奥地利菜是蛮好咧，哦，讲听地花啦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拢去买人咧无爱菜来咧煮，所以这点点。所以，慢慢改掉这样想，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代，现在有交流的方式，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的心怎么想，啊，就是想要改变他的环境。然后，马克思啊，咱知影讲，要咱去修正家己，其实你要做马克思来讲，哦，你。知道你家己知影你家己迄、那个啊发展的时阵，你不好意思，老啊吼，目睭愈来愈歹。嗯，常日见即过啊，以道吉祥啊。啊，如果会当时常去看到家己的过失。那么医德就上当啦，医亏德就无啊，差不多啦嘛。啊，所以平安就对心性，当你叫他熟悉，以及我们的心地心门啊，心地法，以及咱修书一记了，咱知影家己有一个根，一个主心，伊爱对咱去得亲。那外口嘛，风声风影。奇怪，咱着某教的经典，某教的圣人，某教来遮传到别个教育，为啥物阁讲一个观德出来？其实，一观德的属性毋庸置疑。道在参以后明白，从无到有就最精彩。哦，德伫咧参悟了，咱才知影明白了后。对无教育最精彩，咱个伊会讲，你了解了，原来这道遐尔事情，咱拢毋知。因为你有一个宝，你拢无去发现，因为拢无做。啊，另外就讲着我个太太，我个太太，伊讲，啊，我修行学到不然就当啊，啊，哪会拢无仙女来变身互我？哦，我讲。啊！你敢需要着先去着甲你指点，你才要行吗？伊讲啊，我万足好闲啊，为什么想啊？着先去拢无来，拢无来甲我看一下吼。啊，但是对啊，讲啊，若来甲你看，你着爱知惨啊，因为你可能还在做着不良，先去才要来甲伊讲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着讲咱袂使容易话，咱袂使好闲
啊，得咱是要甲仙女互咱变成落来看啊。那仙女其实有当时啊，拢有咱个物件，咱毋知呢。当时啊，真正弥勒祖师、华严世尊、观音菩萨，拢伫个无时无刻，拢伫个咱个物件个甲咱看到。啊，你着人发地。地发天，天发地，地发自然。咱地就是自然，咱自然万事万物就是咱的老师啊，就是地啊。伊拢咧参加啦，咱拢毋知影啊。啊，所以咱爱随心受想，去着想。大汉内个，大汉内底无无功夫，叫做破壳。那破壳有当时啊，咱拢想讲较幸运，你但幸运。叫咱捌做事，其实伊爱教咱就是讲，好教就叫咱一门深入。你滴着得了，滴着心地法门了，你爱滴心地法门去解发扬光大，一门深入。一门深入其实伫修道来讲足单纯，但是咱拢无单纯，有当时咱想做事，啊咱屁哦无理，啊做甲咱安尼走。其实，文字法则，咱人说的文字法则来解迄个意义，迄个意看无，无人分享。但是迄个意行为出来，迄个意咱看有，伊的作用就是道。所以前辈常常甲人讲，笑分言道，这个大自然的这份物件物件，互咱启示，迄个是道的流露。所以有当时啊讲。道德道德，如果咱人真正看无着道嘛，咱流落出来的行为，拢有道的存在，所以拢爱认真哦，真正用心去来审查，所以就喊嘛，足济足济好事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就讲咱个伫心性上去家发挥，哦，去家深入，这个专注。其实咱今仔修行学道，遮个名师伊知了，咱行的是菩萨道。那你敢知影？伊一心是佛法内底菩萨，只是第二项，第一项就佛嘛，佛菩萨啊，圆觉圆觉哦。啊，你看四圣地，加咱天衣啦，啊，地间道合起来。一心是佛教。啊，既然咱已经跳脱对人，无遐简单嘞啊！人要直接跳到菩萨道，人是今仔修了道，咱哪有迄个能耐讲对人就跳去菩萨道？你看，人去傲天、阿修罗道、天者、声闻、到菩萨，那这有赞助啊？这境界无够。今仔咱台北个青龙城家庭较可怜，甲我问啦，伊讲姑娘哩，姑娘哩，啊为虾米点个书拢叫咱去爱去读啦，读啦，啊是伫拼命进步啦，哦，啊伊拉就讲吼，你应该知，点个书伊起来无啦，咱起来楼骹哩，咱看会到个，目睭看起就楼骹，楼顶五楼咧创啥，咱敢看有看无？所以仙佛伊拢叫咱落来度人，仙佛才叫咱度人，起来无来，看不清楚啊。无论咧众生，咱即期叫做三期普度呢。那弥勒祖师领落来，即个使命就是三者普度。所以要普度着咱众生，如果咱若无去做，违背了我们各种法门啦，因为大家坐伫遮，也许哦。伊拢是先过道中去啦，要来救度众生的哦。啊，如果若无去救度，咱命来面，咱无法度完成。所以咱求道的时阵，也着自家讲：愿不能了然法相。咱的愿，过去是咱命着迄个愿力，迄个作用啦。但是咱拢袂记啊。但是咱若无去甲这
只是几十年尔咧，到我度一些收一些是无法度，但是这期就无同款，你爱互伊一些收一些是，咱就是做无好，啊嘛不忍心讲，啊我该度的，我的使命还袂了，我的愿还袂了，啊在倒种卖完搁再来，所有人等伊讲，你要等伊归去，我看你当坐。你的愿还袂了呢，你赶快来做做吧，好啦。爱赞助就是安尼，你嘛是人，提升叫做先，叫做是。然后你去再做做吧，等于去提升，起码叫做往上。啊，尤其你的愿还袂了，你赶快来做做好的，一直做做吧，你嘛是要把你的愿念，这就是讲道理啊。所以咱愿念。看到了，咱一定还是在了嘛。所以这有在，但是咱最终的目的核心，咱要来做分、成分，啊，这一定有伊的改造啊。咱一定来啊，了解着这个城市的啊。啊，一个想要成功的人，无论做啥物代志，都爱专心专意的努力。如果心愿意嘛，爱戴办法。一是苟且，不但袂当成功，反而也会成为失败的典范。人生在世，想要成功，唯有认清家己，奋发自强，才能成为不平凡的人生。坐伫遮，遮侪话就千百回。你看我们的吴晴，他的事业有没有成功？有。很成功，对不对？会。他为什么他成功？因为他很努力，因为他不会怕人家笑他。其实做他的事业，如果没有那种奋发自强、努力不懈的精神，如果他的态度是懈怠的、懒惰的、隐形过去，那今天要成就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成就，我们也从这边。感受到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，成功的人，咱若惊成功的人到底，咱赶快来成功。咱若惊富到底，咱嘛赶快来成功呢。所以我们要跟有成功的人的人士在一起，我们才能成功。我们要做厨师，一定要跟大厨师在一起学习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大厨师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强火，必须要跟火在一起。那二六十中就跟我们的一个组织在一起，我们和我师尊在一起，也有菩萨在一起。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我们身边，所以我们也能够成佛啊。那这是一个反的啊。要进入到第二点，来自生命的助力，其实。第一条，贫困是折磨自己的意思。第二，生活是足贫困的啊，真正伊是甲我切磋到我，甲我志气对无志气慢慢去读到讲哦，我拢看不起，因为人若善的时阵真正无得走哪里无爬，为虾米惊你来甲笑？所以以可怜的另一面来看待，所以你这个环境有哈，这个有哈，有一定的机体。那么这个机体，这个环境，这个宾馆的环境，刚刚提到一点就讲话，去给人刮的，他的机体慢慢坚定，所以他的德心爱非常的坚定，那善不交易。无虾米人去见笑啦，三年那么钱，无迄个志气，你真正就可怜啦。人讲可怜的人，必有可怜之处，贪官啦，好贪啦，啊无怪咧善气啦，安尼会用笑，会啊。啊，所以有阵时啊，就讲善，咱爱善有志气，咱知影无钱爱去办钱，咱何必有钱？啊，虾米叫做有钱啊？今仔日我要用。咱第一点解有钱，
那咱就去啥讲？地球上咯，啥物叫做地球？就哈讲怀疑啦。我甲阮太太讲，伊若讲地球上拢生着上拢，我讲伊拢歹去趁，你趁安尼就有够啊！你欠100万就有够，讲我地球上拢免阁趁，开袂了嘛。所以地球是好，上落来有通吃，快乐命命着过。今仔日我已经吃到要六十，下早四五点半去运动，迄运动迄人差不多拢六十，五六十岁，六七十，但是看逐天拢盈盈，啊盈盈咧运动，为啥物？为是高血压，为是挨饿的，啊为着是去开刀的，啊无体力的，啊着是爱去运动，慢慢去练去练。人家身体有抵抗力了，身体就强。啊，所以买运动的人，不是为着运动去运动，是为着健康运动。啊，逐天透早用啊，透早来运动，等来吃，爱用早起来，无搁困一日中昼，点点嘛来梦想倒一日啊，倒来搁困呢。哦，啊，当然啦，讲吃吃的，又搁去讲啊，洗洗讲啊，搁来运动。啊，运动，伊个时间拢用伫个运动，但是伤难度，特别无时间。毋过为着身体，伊无得做主，所以咱即个发色心啊，是咱如来亲的。咱若无甲顾好，你要行道困难，你要办道嘛困难。相对着，足济啦，我有咧修行，我有咧修道。但是无参加办道诶训练，即安尼嘛无得心得咧。所以老师甲伊讲：修道不办道难成道，不修道去办道入魔道。你若不修道，改变家己诶即个脾气毛病，打参加办道也卖入魔道，更高自在。哦，拢认为你咧做善事，你咧办。你也讲着作侪，哦，阿弥陀佛，所以真正爱水。第二点，比肩是成熟人生的动作，哦，其实伫社会，伊为人，时代人啊，孝廉不孝娼，为什么？因三吼，拢会吼，拢看无。啊！但是穿到花里花里、水当当的，迄个鞋衫人家不以为然。起码酒家里很多，但是都穿得很华丽，哦，还赚了很多钱，因为他们得来太容易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容易啊，开始就容易。不过足侪人的心啊，都无好，才会落海啊。啊，所以有阵时啊，你讲比肩的人是心性，咱人生。你有人生的过程，行了才起起落落了，你的经历无同款，啊，所以会当放下，到你的成果，真正，把咱这物件放下了，你的人生体验比万较侪。就像拄着阮迄个做海老天气的头家，伊是啊神威道场，即卖现今咧推广的境外的。境外领导，以台北来讲，拢是李长来配合。一届游览车拢三台，对高雄赛里台北办的。啊，办的拢是活动中心，啊，人分配人，也是伫路口分你的感情讲来遐拜拜，就好。啊，足侪人都有求道啊，嘛搁去互带去，因为老伙仔贪。有人吃，哦，啊，去就有中昼有人吃，有便当，啊，搁有米人个体啊，啊，足侪人拢着去，啊，去了点了，阮咧做法拢去个头家，建议伊个意见，伊是足好个，但是去啊，为着要做洗衫粉，叫做要去集资公法，比较干嘛回来做，哦，比较天然，哦，没有化学的。所以就把咱一罐道理生
们到场边弹主语歌谣，而且着轻感唱，做西三分。加熟悉了，毋知影讲，因为西雅会拢会有寡人脉来介绍。啊，熟悉讲，逐摆来来甲你拜访，这物件啊，要互你做，啊去面目相拢分得，伊个面目相个拢分得，你较熟悉面目相。啊，逐摆来去拢。拜啥？哦，阿姨嘛，我甲讲啊，啊，就顶摆迄阵伊着做书啊，哦，阿姨就甲伊讲啊，伊讲阮店是哦三月份哦要来台湾办灯，啊，阮有三台人车要去，阮咧客啊，我就讲，啊，要来办灯，啊，我是加伊好朋友咧，搁客户咧，我来甲熬夜咧，打电话叫他。红灯的红灯，啊，迄个，阮迄个讲，迄个名叫板凳啦，板凳，伊想讲外口板凳，请人来板凳啦，啊，啊，就讲，啊，阮来去爱买啥物去，我讲唔免你答，好啊，啊，一个爱五百块嘛，啊，伊抽到我是五百块，但是伊咧接我电到，真正，两工点五千几个人，啊，你敢知影？店遮人有提供电费无？话无呢？啊无点啊，想要交等于要用啥物交？所以拢鼓励啊，今年吼，恁来报喜，爱做因个因素啦，甲因交讲电费五百块啦。啊，所以有一摆，因对台北、台中个客人，也做了个四十几台旅游啊，啊。理由观光我们的圣堂，神威天台山，四十几台，四十五台，差不多，四十个，千几个人。那千几个人，迄拢分配好呢，而且应当爱问呢，你生日几岁啦？啊，你什么大名？迄人即摆票子话嘛，我随便甲你讲呢。伊讲爱坐坐车哦，爱保险。所以啊，生死已过了，啊，所以拢伫个车顶着挂好啊，啊，无倒来到我度面，啊，你乱人遐济乱，啊，你敢知影？你前几日是去旅游，旅游点到，啊，你求到了，办完了，无人交房点位呢？前几日啊，五百块甲看卖，七十五万。啊，七十五万钱要对倒来，点啊输钱才欢乐呢。啊，你安尼母子出来，啊点遮济人，啊讲这位要安怎包？结果一个领导严肃去开刀，哦，啊开刀多伫奄奄一息的时阵，搁带点啊输，带点啊输，听讲吼，有二十几台用车飞来，旅游参叫做参道，迄讲这位我出来，我叫输去得去。哎，蔡店长讲，唔是二十台，是四十五台。哦，伊讲哈，安尼哦，安尼不要紧啦，看偌济啦吼。啊，你甲我讲，我叫我司机退过啦。啊，所以讲，迄个领导人士他就要了愿，伊四十五台有得人诶，不一样。所以当时啊，感觉讲，在修办道的过程当中，什么单位，他们的领导。他们怎么样去推广我们的三朝五度的中文大人啊？所以禅定宝性能够双枝斜枝，秋冬所以成熟。一个啊，水果若要成熟的时阵，你看咱玉山这个山啊，是咱啊青的时阵哦，安那食了到底种生对无？啊，你爱经过风吹日晒啊，生色改。啊，你啊看后壁成熟起来较甜呢，所以树山啊，迄个树山啊，特别是生的啦。但是吼、哦，经过安尼啊，摧残以后，不是摧残，要甲摧熟以后啊，迄、那个树叶也种甜的吼。所以见不足二，见而无能是格。而且有当时啊，感觉讲，足侪物件。它是相对的，你这人足贱足卑贱，
但是无啥物可恶啊。最可恶就是你无在调，你无在调拢看无来啊。所以真正来自生命这个道理。第三呢，逆境是考验人心的刺刀，其实伊咱道中来讲，在课有备课，但是咱伫七月、六七月的时阵，你了着一场的小病啦，吼、啊，啊，啥物叫做小病？就是讲尿道、肾脏甲尿道，甲迄膀胱迄条道叫做尿道。输尿管，啊，拄好是肾脏憋出去尿，输尿管迄个所在拄好结石，啊，结石你敢知着啊？去心光检查 ，X 光照看无，没有黑点，看不到，啊，看无之后无当讲，很多我着体外啊去处理，所以叫着啊去排时间。电脑扫描出来，哇！哎呀，医生讲遐一个点应该是遐瘫掉的啦，瘫掉的就排时间，去用镭射改一下拍破，退出。那么遐人接受开刀的时阵，遐嘛是算开刀啦，叫做镭射啦吼。那伊就吊起来。monitor 的屏幕啊，哦，咱就爱看，哇，迄镭射敢若拍电动玩具，咣安尼吼，啊手啊拍起来了，哦，啊其实你啊看，恁尿道很小呢，哦，啊尾啊伊讲嘛，你尿道嘛上细卡爱去刮，所以拍了伊就爱成尿管哦，因为迄手啊细了，迄个输尿管。进起来啊！啊，进起来，内底存一条管，加上咱个输尿管呢，大径偌大，啊，到里来去偌久，我号会带人提啊，啊，结果要去提，真正我想讲吼，咱逐工排尿第一足艰苦个，你知？啊，排两礼拜，然后要去提时阵，真夭寿吼，起码。诶，实习医生甲你退起来，内底迄条管嘛，输尿管迄条管，发退袂出来。伊讲你个输尿管伤细卡，退出来吼会受伤啊。佮甲咱遐整顿，佮经过化工，伊讲啊，佮来排第二下开刀，把尿管啊刮开哦较大，安尼甲退出来。啊，你敢知影？要退出来的时阵，个输尿管迄管。伊是局部麻醉，夭寿哦！迄麻醉水安尼甲你倒落是表面尔，你知？话要疼是个吼，啊，但是哦，伊讲吼安尼袂使，你挡袂住，佮整倒倒，看看家己个，或者是讲半个月。哦。连续呾折腾都两个月，为着迄个结石，我而家排着底啊排袂两个月，啊，咱来去体育班，你知？就遐排尿袋啊，考前的嘛无人知我排尿袋啊。啊，咱遐还阁回诊，去阁带伊去开刀第二摆开刀。伊敢知影遐考前的吼？我嘛无甲护士讲我挂尿袋啊呢，伊挂尿袋啊，伊拢爱切迄个尿样，啊护士也毋知啦。讲啊，你也无感觉讲你挂尿袋啊，啊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做这个动作。等下，伊个学堂过来，我学堂来了，伊讲哈，你挂尿袋啊？哦，伊才发恍然大悟，讲啊，你哪无搞错？我讲啊，你以前哪无搞错？啊，就叫病人甲你看，哦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就讲医生有啊，跟护士他们的沟通，啊，他们的流程并不是很 OK 的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伊个感觉哦。我跟他去哦，就白老鼠，一届过一届去。但是这些都或许接受这一次的考验，就是讲，可能咱的字无改好，可能退字款啊，先去甲你讲吼，你要接受这一次的
定的考验，所以这是逆境的部分。采访谈判，有他马上就升级，但是对回啊，啊德清对回啊，他都要报名，啊德伟边哦，你讲德我办不了八点点啊，边哦，啊所以有当时就是说，真的采访对回啊，他德要进球。因为吼，阿无倒回来啦，足好运啦。啊，伊台北真正对回啊，咱感觉讲，迄无问题啦。啊，无问题就是问题开始啦。啊，迄种足久足久的道歉呢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咱感觉啊，我大主啊，啊，就伊安怎个，啊，结果倒来，大家都你是你，我是我啦，吼。啊，我足侪年人去互倒来吼，所以真正即件是灾。那相对的，足侪连德课、地理课，真正即期来就是真正咧考咱的地理。然后跟随了唔对啦，今仔日咱的领域是修，哦，是多足是多足侪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咱也无了地理。啥物叫做道？真正你若自修起用看无，你教我都了了无，啊无。咱人啊，搁是五行八卦面内底迷迷糊糊，你敢知影？咱即摆咧算嘛，今年最夯的字叫做茫，茫茫茫啊！咱人生拢茫茫茫，为什么？我们茫，啊茫什么？现在国家的制度乱七八糟，啊招婿啊咧一直改一直改，我咱老百姓没有办法去遵守。咱足侪资本家吼，业者嘛无得遵守，大家拢讲茫茫茫茫啊！啊，你既然安尼，就原地大转哦，按内部内耗，啊，这样子对我们国家绝对是不好的啊！那不经一番寒彻骨啊，眼观寒骨，眼一眉毛不明香，真正咱若无经过啊，看那梅花是白色的，很香。但是花如果很鲜艳，那是红色的。啊，有时候真的你没有经过了啊，风雪的摧残，让梅花开得不漂亮啊。所以有时候那种香气，我们清楚，真的像那幽兰啊，生在啊深山里面，不因为没有人而不芬芳的啊。所以以你滚住为基友，来来就提下去。关心不因环境与变迁，是咱游的时阵入了是台湾台湾，那是条台湾第一条，叫咱想心和心。其实咱十条台湾第一条嘛，首条，例如你中央甲你讲，你是想，成为做心以外，你的自信也流露出来，哦。自然，你的观念后边，迄拢无问题。所以，咱真正气性爱表出来，啊，想很多，绝对袂使卡死。伊想啊，佫有八种啦。所以，咱爱达到气性。有时啊，我们面试他们讲，你的信心有几趴啦？比如讲，气性是一百趴，但是咱有可能十趴的信心。高十趴，阿去无够信心啦。啊，所以有当时来讲，我们的诚信有纯金的无啦，有非常诚真无啦。啊，讲金啊是有啊九九九九嘛吼，啊，咱的诚信有九九九九无吼，我都达到自信。啊，别因为环境啊，不因为环境而变心。其实不管环境安怎变，咱的观念啊要。要变质，哦，就是呐，变质，其实对咱的自信就好啊，哦，你就有法度，像今仔日，大家有法度来遮坐，你搁知影今仔偌济人无来，为着要上班，啊，有法度啊，啊，反正你食人的头路，啊，有去就袂使，哦，你看我们组长，头家讲，啊，是要赶啊，啊，你就爱来做啊，拼命的。
无认真干袂使，爱认真。啊无奈啊，啊有捌嘛想要知道，不过有天爱我了嘛，爱我。啊所以有时候也很难回答，有难的压力，那他不会走吧？啊所以我都叫他们，有些真的很难，因为你不是伊啦。啊所以迄个难处可能你我都可以回答。自心不因是用你面前。其实积德吼，甲积善吼，殊无瑕疵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咱的积如果在德，啊，其实德是很抽象，哦，有当时咱感觉讲，道就是理，道就是路。那我们在做事情有随着理路在走，我们就不会随便就把我们的自己。它与时间、空间有关系。刚才提到了，我们要作为一个不平凡的人。那么，什么叫人？你要看，咱人是安尼写的，后一位作者，伊啊，《易经》内底甲讲，阳长阴短，称为人。啊，如果呢，阳短？阴长称为入，啊，入门的入，啊，又称为鬼。所以人跟鬼的差别就是阴阳的差别。所以你能够懂得阴阳之理，一阴一阳会是道，道就在我们之心，接受名师一直点的那个地方，生死之门的境界，它能够遍布。我们求得了，你敢知影？重点意念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你自己可以去意念，你有没有真正求到？这时候明示一点，你真的有被打开吗？无量量的量爸爸的，阿拉爸爸，即使我们这个众生的肉都有业力存在，等到我们的天命明示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给你一指。中央会的时候，你那个业力顿时就跑掉了，拔牙。啊，拔牙呢？即使他已经进入了，啊，经过三点钟、五点钟、三更、五更，就恢复。啊，所以那个师圣，只要你有求到之后，慢慢去感受，求到很多的迹象，然后天天修，你就有你自己可以慢慢去体会。求到以后的殊胜，你都感受到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很多业力现前的时候，要求到完到头场跪下去，他就跑掉了，因为他没有，他备受业力的干扰，他没有福分，他的因缘还不成熟，他的三缘啊，根基佛跟主德跟佛缘都还没有齐全，所以他就跑掉了。你知道进来啊。要求到能修修，啊，照理不好就会跟他玩，啊、哦，所以你看那个生啊、哦，那个生活，有时候讲，今天咱无了解时阵讲怎么样过你的生活，求了道之后，你今天几家华人，啊、哦，听起来那几家华人，但是你真的能够跟道契合，你看释迦牟尼佛。伊能干，啊，就是第一干是干那个《心经》给师父听。第二天，第二次是在啊灵山法会莲花会下，啊，所以讲用心印心的这个方法，但是干的是个干的，能干的，哦，啊，但是你看这几三几波多，人家明书啊，时时刻刻都能够让我们。电信，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七十五就看个人的根基了哈？但是烦恼是修行正道的资料，烦恼即菩提，不入虎穴焉得虎主啊，包住啊，给包住，不离一心难免，不经一事不丢一。但是哈，你在讲到这，烦恼就是。定得无明，反而成佛。我们花莲
那水啊，啊，因即马改名叫阿达拉，阿达拉经济无好，因为做外口经济歹嘛，所以民间印的是头较少，所以伊咧苦恼讲，啊后壁的子孙啊，经济无好嘛，啊搁着搁传孙啊，哦啊所以来听着咱个阿一个了，下来到楼下跟后生。当后写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心里好像被打开了，本来是一团心结在那边，我那我来才是辛苦，我比别人他年纪比别人他好，以前都加三家，啊，阿爷孙买片，但是也见也是跟我提到的，阿楚哥走。会金钱，有些人来求道，他是想要改变命运，因为他生活非常艰苦，他想要改善他的生活，因为他的生活并不好。但是道中真的能够提供给他们，在心理上这个轻快，把他们心结打开。他告诉大家烦恼，他没有钱的时候，那后续。其实有时候，在那每一个人在这边讲，而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同，感受都不同。那怎么叫做烦恼之徒？其实讲师用来的话，给他们转念。转念是个医疗烦恼的良方，但是有没有办法做到，就要看个人，因为个人他的。想法、思维、见解不同，有些人在做了可能100多位，没有几个真的能够取，因为你的环境都很好，但是他那个环境刚好切入他要的东西，他跟他讲之后，他反而就放下，他说我今天没有白来听这一课，一个多钟，我把我的大师。说有那么好吗？那么有效吗？没有，因为虽然讲师讲的并不是能够给我什么，但是我侵入了，我感受到啊，所以不入虎穴。今天我们那边给你点点花片啊，就是丢你丢出后面，你那边和你那花片一个点花片一点点，那么。好嘢就是欢乐啦，好囝就是好地啦。那你无进入迄个欢乐的境界内底，你要安奈当进入好地？你要奈我就进入加好地。所以咱修菩萨道的时阵，咱污泥啊，如果莲花不出污泥，长得漂亮啊，所以出污泥而不染，但是它长得非常漂亮。而且莲花的功效很多，除了莲花漂亮以外，莲花嘛叫高价啊，莲气嘛叫高价啊，所以真它的价值是很好的。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后学经历了60年的岁月，我嘛买了诈骗集团片，给你安那片，看别人来啊，哇，猫咪来了。刚才彩电得了60万了，啊，那后写准备欠钱，你要把咱们小哥啊，对吧？啊，哥嘛，你还是不要多怕，怎么怕？水晶啊，哦，怎么怕水晶？我改来叫我进来，你就怎么怕？啊，不可能的，那是鬼水晶来啦，啊，水晶可以做啊呢，啊，个水怎么办？你要跟他细抠，细抠怎么办？对呀，我看到是鬼气嘛，哦，你讲啊，那我讲不对了，应该怎么办才对了？那你看，我是一个老板，我们会被诈骗集团所骗的，啊，何况一些心念比较贪的，更容易被骗。那最近我刚刚接到了一则信息。我们现在里面的点点人士，在青岛
推广传统文化，推广的有声有色。但是有一天，有一个家长就跟他们那边称为简老师、简老师，你赶快接回去。简董怎么会跟家长借钱呢？不可能啊！啊，那个家长说，那简董说，啊，我要去跟你借钱，我不能来借。有啦，你刚打电话给我借钱，我不会你不要我叫我不跟你莫讲。哇，哎，啊，家长啊，这么好呢，讲哦，简董是做人真好啊。啊！你甲我借钱，我好，你拢唔敢讲咩？经过人讲，古人讲过，你听无？钱老师讲，啊，你钱我好掉一面来。那钱老师哦，莫名其妙好掉一个来借钱。伊讲买卡，原来明明着你的声啦，明明着你的声，啊，你搁搞咧，我唔好甲你报告啊。啊，啊，那就先代志大条哩啊。那么，第二天，李清德要登个台湾。啊！伊迄个家庭避免呢？哦，你借钱唔还，哦，你这骗子，你这诈骗集团，哦，开始就避免啦，伊讲，真正去报呢？那个我都甲你骗啊，去报啊！啊，当然，你阿嘛实在做者金矿啊，我咪讲哦，恁两个阿婆哦，其他就是等你去认定啦，去迄个医院的边啊。你住遮嘛，你卖住遮啦，我真正去问嘛，啊，当然来处理，没有。但是呢，看呐，见老师搞，无人调。我讲阿钱无人调，那就去报啊。你说啊，不满5000块人民币不受理啊，哦，超过5000块人民币不受理啊，你啦。哦，啊，但系啊，啊，但是嘛袂使，你讲我来真正去啊。伊迄、那个飞，迄、那个啥，机场边啊边啊外，啊我叫做畏罪潜逃，无安尼代志大条嘞，所以讲无，伊讲叫电脑孙阿妈去投保啦，啊恁啊设一个，我知影要我跳，我去我唔着，啊跳入方块是不清啦吼、哦，所以讲无恁阿妈来投保，来我大娘，啊真正来娘，啊我出来，啊讲。要交几点？啊，明明着地啦！哦，啊，你的声明明着地啊！我着讲，迄个声，我绝对袂听到的。伊讲无安尼啦，你真厉害，故意。哦，迄个答案啦，出来听看，迄个声音是我，爱账号是我，电话是我，电话拢是，电话忙死的，账号忙死的，无可能我来甲你笑死，伊嘛，放你耍嘞。你讲吼，啊，这明明是你啦，啊，啊，所以你到尾啊，迄对阿妈啊，真正家长啊，哄骗伊啦，你哄骗人是我甲你骗的，我甲你阿弟谈这个费用的，所以就这样子。但是你遐我就改讲，阿金老师，你是不是能在课堂上宣布，不要，家长是袂去甲你家长借钱的，你要宣布。要不然，你那无后壁过这个代志，我心肝代志就大条嘞。哦，啊，所以就算无，算无了，这对阿公，咱讲实在嘞，伊嘛无千万块人民币，搁去讲笑呀。哦，伊讲钱老师要来，吼，啊，就笑起来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讲吼，咱今后要勇敢，要微信，啊，有诶账号叫盗取，所以你嘛爱说伊。无影无食，啊！讲我某某同事在甲我借钱，真难受。我捌接电话，阮小弟在甲我借钱。啊！我讲，阮到店去，阮小弟在下面，我同事在甲借钱。哦，啊！所以有阵时啊，讲啊，真的，你真的要小心，要求证，而且诈骗集团真的不用去信。啊！阿兰，你点来说一下啊？所以不听你师傅讲，我们只会稍微增长了一点。那第三，如果成就不平凡，其实咱是一个平凡人，因为咱要成就不平凡的人。
为一个人跳脱到菩萨界，其实菩萨道，所以咱咧用用道无关系。所以当时来说很荣幸的，我们这次能够得到的三朝普渡，到能够来普传，大家拢会当得到。但是得到，人个失得，得而又失啦，得到还阁放落去安尼吼。所以第一，安尼建立目标，其实现在哩度人也好，因为许嘛足排斥度人诶，度人足歹度嘛吼。啊，接受这本书诶主任，爱这点真拢好好看诶，大部分拢排尾啊名，尾啊第二名了。啊嘛足艰苦啊吼，但是尾啊咱得着看，现在哩心理的障碍，啊度人真正咱。看到传闻理论，他的课程发觉到人家度人是有方法的，所以得要爱把这个方法传承。你前两天啊，拄到一个大姊啊，传讲忏悔的去到伊公司，伊嘛想要介入去当道嘛，看人想要道嘛吼，啊，就看人内面啊，伊讲啊，你伫社会吼，你敢捌去庙里点供？啊，迄个问题讲，办啦，你点一拍五百块嘞，太无，逐年嘛咧点，哦，啊，看迄个前途较光明的咧吼，所以光明灯进一盏500块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大陆的光明灯，一拍是300块的门票，一日是500块。那我迄个朋友嘛，对我真好啦，你甲我点一拍啦，我讲。了解啊！哦，我讲啊，偌济啦？无偌济啦，300块尔。300块，我比阮遮较贵三倍钱。哦，伊讲买啊，叫我会当啊，事业顺利啦，身体健康啦，啊，万万事事拢。我讲我你免开个钱，你着咧无钱，我无你对我帮忙做大，因为我有问题他，他把我当做一个温人。所以希望希望外国人在台湾能够过得很好。啊、所以我讲吼，你敢开的准备充分啦，你讲吼，诶，钱不重要啦，我的心比较重要啦吼，心意到了吼。所以先讲，咱来建立这目标。有当时啊，咱年度的目标，咱目标立的，是爱达标着，会当完成的目标。不是像咱开学先去讲的，扛得钱。我是伫咧度偌济人，啊，结果拢无影，啊，钱着开嘴拢无着兑现。咱即摆就要讲诶，咱无着兑现，量力而为啊。先去讲，是伊信念，即位信念。哦，人家讲积德无啊，即西方嘛。哦，咱若真正积德在德，咱到底西方。哦，师父写好厝，伊人歹嘛。咱诶思想观念若无写了。虽然着锻炼人海菩萨身观啦吼，只为善根，只为善根，任何自心无名。所以真正你若了解，哦，咱们做啥，咱凭啥物志，咱就发到达到啥物境界啊？那先不讲修德之门，发心为性。一个那个修德修心，老师讲得好啊。但是我们发心，是不是能够长长久久？来发这个念头。会花会花会花安尼吼，啊想花点啊点就大花吼。修行之物，立业当先，修炼的一切，修炼咱家己的脾气毛病，因为咱做这人是不是脾气，也就歹改。当像咱心里阿明的迄个状态嘛是够，你看吼，起码人叫你。少林寺啊，我讲你搁较叫我买，啊，千万无共款，你有啥个大难受的少林寺啊，不一样啊，所以有时候你的气质、职位，所以咱今仔日修行的是啥？是咱的气质，啊，你的气质看起哇，较赞的、较水的嘞，还是都在水，你自信当家的时候才美，自信不当家就不美了。我讲吼，你遐穿倒来，人穿皮毛，够水个。我讲吼，若无一点点，你
个就是零三五五块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你讲水水里的那个主席啊，他首先就会附在你的人身上啊，你才能解决你的气质啊，非常高尚。第二，当前其实，在台北那边，我们发觉到有些人。修道将半道，你才能成道。如果只修道不半道，难成道。如果
不修道而办道，那你会入魔道。哦，所以会较高啦，会讲刚刚我足够啦，我要成为一代祖师啦，你就别人都不行，只有最行。这样你就不得了哦。然后是几点啊？十一点吧啊，十一点啊。那时间也快到了，剩下半个钟头啊，是这个两米多啊。那第二是鉴定实性，其实前面的啊，那讲的等于来鉴定的主信心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我能。我一定的、所以你看我们吴姐她的业绩目标，如果她没有自信心，她达标不可能。所以我呢，我一定的啊，把它排除任何的困难啊。所以信心是咱吴姐的三种动力的状态啊，信心是我们每个人产生动力的一个潜力。真正，那你要哪方面信心？记得就那个创业的时候，逐天拢咧做三点，啊，上三点半是足艰苦的。银行拢会通知哦，某某公司你今天要存切多少钱哦，但是因为后续真的就是在。学习当中，我们都在计算。我知道今天我赚多少钱，我要去哪里筹措。有时候当借钱哈，那边弄安尼吼，就艰苦的，你知道？那要看人的面相。啊，你做一个大头家，搁咧欠钱，甲我借钱，够可怜啊！他们都认为不可能啊，你是一个老板，怎么会借钱？那我们那些员工都说，不可能。后面做后面啊，然后同事看，哇，某某人全部起来了，然后我大家呢就商量，所以男生讲嘛，你俩看来西边就会欠钱，我来知，有啥物西边然后你会欠钱下来知，你就知了，你西台啊都欠钱啊，个球那么规则啊，不可能啊，所以就讲。当然对自己有信心，当三心要当一个导演出来，一个主管能造出来。所以我们这然后财源就是注意的。以跟《易经》里面讲，水就是财，财水财水，财聚财聚呀啊！所以金讲金，财财聚的聚，袂使叫大，就是讲你爱。年年不断的注入它的来源啊，跟前年一直产生啊，也是咱也当天天改变人性的最大的一代目标。你若有信心，我呢，我较傻瓜，竟然不外吧，我无问题啊，你相信你自己。但是，真正你爱你的下个目标，我去整，叫做不行啊，你爱怎样去整？所以知影我是无钱的人，我今仔要来赚钱，但是我着爱去找头路，到我着真正去换钱转来嘛吼、所以会当天天改变我人生一个最大的两个主信心吼、礼拜中会当建立信心，我在《弥勒中古真经》里面要想成佛才成礼拜。要想要成功，要勤礼拜啊！较勤来礼拜呢，安尼才有咧成功呢。但是拜，你个心要提出来，然后心会当感动天呐。你个心若无提出来，你安怎拜我话难呐，很难成功。所以礼拜中可以建立信心，我们来礼拜先佛，无形当中接受佛光普照，我们的信心会倍增。你要听懂了。靠信心啊！因为你知道，你相信道真，理真，天明真。而今啊，历经天明经，阿弥陀佛就懂了，道法懂。所以他说讲呢，我们里面讲，你有听见讲，你能讲有吗？
讲你外口才讲顶500块啊，啊内底才讲顶200块尔，佫较少，佫较薄。伊讲吼，外口才讲顶哦是伊啊，安尼个金多块对无？啊，即嘛毋是嘞，内底才讲顶是甲咱咧看迄个矿工啦，伊迄头灯，啊甲点一下火，头灯走到哪里光明就在哪里。所以啊，你行到的迄个所在就是光明，哦，啊所以迄个光明跟咱有关光明，啊都伊就是叫咱光明。啊如果我若是在北点光明，因啊走来无用啊暗嘛啊，拍袂到啊，那有光明无光明啊？啊所以真正就叫。把光明点来点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要真的基督的来临啊，头上的红灯，这个光明灯啊、哦。所以我认为我们有人讲的都很贴切啊、哦。祈求、祈求、感恩、珍惜一切，感受先分，常在心里。要想成佛，请你买这些弥勒救恩真经里面的一句话啊、哦。啊，所以咱真正。爱的心，无疑啊，还是讲啊，前阵我刚刚刚回来，来啊参加着前阵我迄个啊小牛的，因为台北最近我们那个机会啊，他感受很多，哎，侬家遐分享，伊咧最做业务啊，车的挂咧遐，叫遐房屋这个挂咧这边咯，我伊挂咧这个诶咧。所以我们家里头，你自己的问题要自己解决嘛啊、哦。所以有时候像我们那个纯阳光路，你的房地产是准，要等来上面报，结果来到边个，爱罗中大，爱出，然后第二出在下水道，啊，伊迄个骨头上的，一压在等，爱等伊，伊第一烧着了。娘哩，姑娘哩，啊，你来搞啊，再一杯，啊，就想到我了。我讲啊，你两个娘弟啊，为啥破你来，我叫你娘弟啊，你个哩在？你讲到相亲啊，还是到亲客亲啊，娘弟啊都不要亲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话，我们前线啊，做主笔啊，啊，地拢想得着啦。啊，我讲啊，你有哥哥啊，弟弟啊，为什么不会想到？我们故意太太，嗯，我到人家店啦，你也是得亲阿亲啊，啊，所以得亲花钱而来呢，我请贵了，给他再上五百呢，哦，阿弟伢哥阿哥唔知呢，弟弟嘛唔知，我想着阿等两天都要等你啊，哦，阿弟刚才有房地产的亲戚啦，今天领导大哥他挂了，哇，那个结束也很大嘞，我来多三楼，我一有电话，你搞点。高铁过街逛啊，你家怎么这样？啊，所以有时候真的，我讲无咧，我也无看你提怎么这样。哦，伊讲听下听，不然这样，用大大铁怎么这样？啊，所以有时候他那边出钱，那他身边都有些仆人帮他帮忙。伊讲哪个先会来，我转他就给你麻痹了，知道懂吗？对应电话。啊，所以讲。我讲教父比较嘛，计买买买个白底啊，年纪啊大，卫生功能特别了吼，你这肩胛不难动，哦啊，外头遐啊白啊不难动，啊起码就是做修为啊，哦，他在做守卫，啊守卫，因为他在修道过程当中也很用心，你这下苦啊，不敢找我啊。所以他们的管委会，我很相信他，而且都很看重他。你本来你的山里也做保全，啊，未来的社会，你要讲起的啊，我较俗的啊，我那用啊，啊做点修养来干部，啊，我补一个，他留下，啊留下来，因公司伊食的较少的资金，比我当然是最较少的，但是。在管委会说，我比他只有我高点，我把他留下来，他就留下来。留下来，他有一个要求，我厂有办，一人办办，我有办，所以课表摆了，一
翻译就白讲，啊，啊，你礼拜，啊，伊无来上班，就是有代班的啊，啊，后面这间，坦白讲啊，所谓的公司福利都不好，也没有所谓健劳保，啊，还好他有健劳保，所以当时就讲哦，老来啊，吼，真正要搁有就业，最着收费啊，啊，收费啊，啊，伊搁有那种照面啊。要替别人家想，他为什么那么受设计的人喜欢？因为他能够帮人家修理一些东西啊。一般所谓是没有额外服务的，他有额外服务，所以很珍惜那些设计的人啊。那有信心的人能转念，任何的挫折考验他，他有高级帮助来行动的。有信心的人也能锻炼，简单老信心，主人，我们又听得到了。讲是讲的，我们能够拿起来用。转念之后，任何人做的考验，我能够当下转个念头。虽然事不关己，可以无上人，但是呢，关己哈，事关己还得无上，那就要保持精细的人。啊，这个老太太生张老太太，啊，有一天就去吼诈骗集团打电话来，伊讲恁查某囝伫我手内底，你爱一领10万块来给伊赎回来就对啦。啊，伊讲啊系啊咧，啊当天完之后盖拢3万，领啊10万，我哪有法度给10万块？哦，啊当然。伊个人就讲，伊去诈骗集团家己个啦，啊伊嘛搬转转来哦，迄个不是你个家己，迄查某是我个，不是你个方面嘛，不要紧，伊就同我家己个人就好笑个咧，哦，伊讲我咧，反正我查某安慰，啊所以就袂去骗你，啊伊讲，互你敲电话，用别人个电话。因为诈骗集团叫你来给来守住嘛，你就没生意嘛，去求救兵啊，哈，所以你就透过别人的电话去干，打电话诈骗，诈骗说，妈，我过来困，我来过来困啊，你啊，啊，所以讲啊，十万呢，啊，那么便宜的十万呢，啊，所以讲你看事不关己，啊，当下我们真的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们能够转念，所以有时候真的，你陷阱啊，陷阱的时候，那个境界陷阱的时候，境界陷阱的时候，你有办法马上转念，你能够冷静来思考想办法。所以真正即卖诈骗团够猖獗，而且诈骗的金额都很大啊。打击，然后是帮助咱心境的转换，不管咱拄着什么境。其实你要请他回来先用走了，因为他都要争上面。真的，你没有遇到一些打击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打击它是一种助力。所以真的有智慧的人转了念头，虽然不好的，你也能够转念成好的。啊，这种爱。个人去收钱啦，恁以后啊，讲得啊无够，啊，你着拄着个啊现钱的时阵，就个现钱的时阵吼，更加现钱的时阵，有啊可能啊都没有那个能力啦，转念啊，但是咱有啊嘛，大家都是清高，都啊有啊嘛，啊讲道理讲啊，不啊不信任自己，啊讲袂到做袂到，信任自己，好无？伊着爱讲无够，做无够，咱有条咧目标去做。安尼就好啊，倒一个要做到搞到了半天啊，安尼想法啊，所以就家己咱个一头先开，啊不然咱嘛挂开咧，我讲遐济啊，讲袂到，我做袂到，我讲无办法做，安尼叫我做无钱啊，啊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就爱讲无够，讲无听，有人会当去做，啊咱家己嘛要这目标去做，啊有咱要准备些资料，还是啊看偌济，啊准备偌久个时间。所以受益的第一人是保险啊，所以专业的那么。
化为一体，反正，这个后悔啊。第三。